解说不太专业，声音有些味道的其他问题而料，只为您拿效果的笑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游乐的为您带来的长视频解说，大家对于李大迪耳朵不亮，前面不认识，你们自己看字幕。我的英语老师啊，这个他这个热胀冷缩啊，啊，冬天穿塑身内衣啊，夏天就啊脱了啊，好，然后就膨胀，好啊啊啊好，他开的是这个 A43 啊，地图是斯大林格勒标准模式，我们在上面村里面，所以说大家应该就听听这个音乐啊，这股毛子味啊，这个气势磅礴，哎。啊，大粪磅礴啊！好，哎呀，我觉得我这两天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风骚劲儿又回来了，这是什么情况呢？啊，包括今天小蓝娘娘来，可能是这个啊，见到娘娘突然一下心情就好。好，哦呦，它这个后面还有两根管子。哎呀，我刚刚不是说要把那什么弄掉？啊，我操！我一旦进入录制，我这个就点不开了，哎，点不开算了。啊，就讲的有一个美帝还是哪儿的妹子，一个非常。反正国外的妹子嘛，在身上彩绘啊，画了这个七比一小短裤啊，以及这个胸衣，哎，就这样上街逛了一圈啊，然后旁边人没发现，这究竟是大家眼瞎呢，还是画师的技术好呢？哎呀，要是他到篮球场上跟打会篮球，那就神作了。哎，那他可得把毛听，哎，我靠，你们三个基佬在干嘛？啊，好，人体蜈蚣，哎，啊，他这个想了一下，想通了，他把自己掰直了，然后那个毛子对着英国基佬的菊花呀，他一直想不通，哎呀，真是啊，前面就 KVR 一看，我靠，我不认识他们啊，啊你他们先玩啊，我走了。这个地图是看着怎么有点熟呢？哎，其实我觉得现在后面说的一些地图跟以前的，哎呀，哎呀呀，别，哎呦，没打到，为什么没打到？啊，你个死犀牛！哎，看我，哎，哎呀，我刚要射击进去了，你为什么要进去？哦哟，亲爹被射！我操！你居然敢出来啊！结果这个亲爹啊，非常疯狂的一发，这个白帽子无节操立场，把那帽子弹出去，然后对面的这个伦斯斯也是，啊，不甘平庸啊！一发射过来，又被白帽子给偏转了出去，真是厉害啊！这边，哎，他射了一发啊，但是发现没射到，哎呀，这个也没给他断腿啊，这个就被发现了啊！这你能出去吗？你不要逗我，我操！你不要逗我啊！你这个把裤裆顶出去，这是人家啊，撸一发撸到了你的这个裤裆，简直是啊，荡毁人亡啊！那是一种惨剧，非死即残啊！啊，但是呢。哎，荡毁人亡啊，或者击毁人亡，其实那是一个悲剧啊。但如果毁了人还未亡啊，哎呀，那就是惨剧了。哎呦，哎啊，狂怒，打得好，狂怒你好，啊，我是亲爹爸爸。我们重创目标。哎，你觉得快乐吗？我很快乐。啊，你断腿了还是停下来？目标被击中。哎妈呀，你看他被打迷茫，哎，谁在打火呀？什么情况啊？啊，哎、这游戏还能玩吗？哎，有病吧？啊！谁作弊了？我操！哎，我要死了！你妈一血了！擦！啊！敌人的装甲被摧毁，就没了。哎，对面又这个迎面窜出来一个，啊，亲爹苏一百！哎呀，这个苏一百一看，哦，他是怎么死的？打得漂亮！啊、谁在打我呀？啊！打我的这个细节简直太变态了！他说我是亲爹，他怎么能打我呀？啊，绝壁应该砍他！我是亲爹，他居然打得穿我！啊，真是奇怪！打破了我们的履带！啊，这边这个三世改，哎，把亲爹去打了。好，白帽子又有的说了啊！哎呀，这个三世改好牛逼啊！啊，这个本子，哎呦我操！我黑白帽子差点把我甩出去了啊！没什么没什么啊，但你修复啊，没事。哎，好，这个漂亮啊！打得好。哎，白帽子这个为了掩饰实力就跑了，但是他的这个亲爹脸皮还是出卖了他。啊，你看啊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黑毛子了。哎，如果打穿了呢？哇，毛子的炮好厉害呀！啊，如果没打穿呢，对吧？哇，毛子的装甲好厉害呀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借用白帽子思维啊，适宜长技以制宜，对不对？充分啊发挥这个，民族精神。嗯，好啊，我这个一本正经说胡话的功力啊，也是越来越高了。啊，真的是应该把我给送到朝鲜去做新闻联播啊！有我在朝鲜做新闻联播，那朝鲜人都觉得，他说的很有道理啊！啊，我完全没有办法不幸福呀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是不是？啊，比那个，对吧？比那个光是在气势上烘托，有用多了啊！咱们是在智商上占领了制高点啊，把人民玩弄于股掌之中。哎，这里有个体力啊，寻找下一个目标，阿卡琉斯。
阿卡琉斯啊，好熟啊，那什么东西呢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亲爹他最棒，哎，亲爹游戏里面他最屌啊。好啊，来，哎，啊，杰克逊在前面给亲爹开道，哎呀，亲爹这个还剩了这么多血啊，不得了。那对面就剩三个人啊，往里面转，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个人去站点，这真是完美了啊！哎，不要一味的全歼啊，你想全歼中确实时间还多，你可以留一个站啊，其他的去找啊，这是最划算的，做两手准备。哎呀，我靠嘞！啊，伊拉克疯狗，哇擦，亲爹追逐疯狗去了，疯狗这是要下水了，那岂不变成海狗了？啊，海狗那岂不是雪爷的玩具，雪爷的宠物？我靠，雪爷养宠物了！哎呀，尼玛！就砰！呀！哎呀！哎呀呀！疯狗跑得好快呀！好，疯狗再见。哎，被摧毁了。然后队友说：“哎，去找火炮呀！”去啊！500多效率值。哎呀，哎，你这个啊，我已经快跟你差不多了。哎，哈哈哈哈！啊，好。我靠，这么一说，我才发现我们这个跟踪社的这个玩家，他的效率值是1100多的大神，这你妈蛋，要吓死我了！我单子都要踢掉了，赶紧捡起来。他明天等会儿踩碎了，这个就只有拿去做煎蛋了。这你妈！好，哎，那可是一颗100万的这个不动产啊，怎么能这样？哎，啊，老夫要是这个啊，哎，英年早逝，哎，没有什么资产的，除了一堆破电子，一定要叫娘娘们把器官卖了，绝逼不拿去让共匪烧成灰啊，对不对？他们歌都在唱呢啊，这个啊什么什么啊来相会啊。那个，这个在什么烧成灰啊？你一堆我一堆啊，谁也不认识谁。哎呀，我靠！啊，万恶的这个叉主义地狱啊！这到底是哪个主义？算了，我还是去移民黎凡特伊斯兰国吧。啊，好，这个，哎呀！哎，你不要跑呀！哎，你给我站住啊！哎，你听我说啊，你不要跑！哎，你这个不想被射你就说呀，不可能你不想被射我非要射，也不可能你想被射我非要不射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好好说嘛！啊，你这个乱跑就算压不到小朋友啊，压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嘛！啊，你哪有的啊？你看啊，这个。中华自古乃礼之邦，先礼后兵啊！你看我们很讲道理的啊，对吧？啊，好，最后给大家说一下啊，有需要制作视频的是可以通过 QQ 邮箱来联系到 ，QQ 邮箱是7678588@QQ.com，有微信的同学是记得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。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呢，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再见。